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那么上节课的话，我们是已经跟大家讲完了啊，如何去登录模拟登录这个动物网。但是我们那个爬虫的话，还是不够完善。哪里不够完善呢？我们这个模拟登录这个动物网，它如果发现需要验证码的时候，这个验证码是不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人的肉眼去识别啊？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话是肯定不行的啊。那么最好的方式的话，就是如果能够啊，通过这个代码的方式帮我们自动去识别，那么这样的话才是最好的，对不对啊？那么我们之前的话讲过那个识别验证码，使用的是那个 test act 那个框架那个第三那个库，对吧？但是那个东西的话，它对于一些不规则性的文字，以及对于一些这个底不是一个白色的一些这样的文字哈，它识别的话那个东西比较慢啊，识别的效率比较慢。你想一想哈，我们这边来打开一下那个豆瓣，好吧，打开这个豆瓣啊。好，稍微等一下啊。好，打开这个豆瓣。那么这个豆瓣这个它的这个验证码的话，它这个底纹是不是就很乱七八糟的这种意思啊？对不对？而且这个字体的话啊，我们来到这里吧。而且这个字体的话，它也是一个歪歪扭扭的，对吧？所以的话，那个 test act 那个东西的话，可能识别它的那个准确率不是很高啊。那么这的话，我们就可以什么呢？请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啊。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网上的话，其实就可以找得到很多的这种识别验证码的一些这样的第三方平台。那么我们只要花一点点花一点点钱啊，把这个验证码发给他，那么的话，他就会自动的给我们来进行识别，好吧？啊，那么有些时候的话啊，大家就不用死磕这个技术了，对吧？如果能够快速帮我们实现这个功能啊，那么花一点点钱又花一点点钱也不是很过分的事情，对吧？好。这地方的话，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的是在这个阿里云市场上面的一个这样的图形验证码，图形验证码识别服务啊。这个服务的话，它采用的也是那个 OCR 那个技术，对吧？然后的话，它专门做这一个服务的话，肯定是有很多这个很多这种级别的这种专家啊，也并且天天的去研究这种事情啊，天天的去维护这个技术。所以的话啊，它做起来肯定比我们做起来来的更加专业一点，对不对啊？看看这个地方。他说资深 OCR 领域专家研发欢迎测试啊，就是肯定比我们专业啊。然后的话，他下面的话就列出了一个人的价格哈，这个价格的话也是比较不是很贵，对吧？不是很贵啊。那么如果我们做测试的话，这个地方你就可以选择009元每64，或是0001元每5次也可以，对吧？那么如果以后你是在公司里面写那个爬虫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买多一点，对吧？这么可以买多一点啊。好，那么也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所以的话，我们完全就没有必要把时间花费在那个研究那个怎么识别验证码上面了啊。当然哈，除非是你确实是想往那条技术那条路上面去走，对吧？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关于如何去购买啊。这个地方的话，我是已经购买好了啊，购买好了啊，这地方已经购买好了啊。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啊，下面的话就有他会教你怎么去用这个东西啊，怎么去用这个东西。那么用这个东西的话，因为它是一个这样的平台，所以的话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图形验证码这个东西啊，把这个图形这个东西把它给发送给这个服务器，发送给这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的话，这个 URL 就是这一个 URL 啊，就是这一个 URL。然后的话采用的请求的方式哈，采用的是 POST 的请求。然后的话那个数据返回回来也是采用的是那个 JSON 的形式啊。好，这个地方的话啊，还有一个 API 调用啊 ，API 调用的话。这个东西是用来干嘛呢？是用来识别你当前的这个身份的啊。你比如说你现在是买了多少花了多少钱买了这个服务，对不对？那么他这个平台他是不是要知道你当前是谁啊，对不对？所以说的话，他就提供了两种方式来做这个验证啊。第一种方式就是这个 APP code， 第二种方式就是这个 APP key 以及这个 APP secret 啊，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去识别那个用户啊。当然哈，这两个东西就是 APP code 以及 APP key 和这个 APP secret， 只要你购买完之后，它这个地方就会自动的给你提供，好吧？这个地方就会自动的给你提供啊。那么的话，你就采用哪种方式，你就复制哪一个值就可以了啊，就复制哪一个值就可以了啊。好，然后的话哈，下面的话是有一些相关的请求参数啊，这个请求头没有啊，然后的话请求参数，这个请求参数里面需要传一个 type， 这个 type 的话是标识你的这个验证码，就是这个图形验证码里面这个文字它是什么样的类型啊。比如说我们如果你要测试的那个网站它是一个四位的纯数字的一个这样的验证码，那么你就可以写个什么呢？可以写个 N4 啊，代表的是四位纯数字的一个这样的验证码。那么你写完这个东西以后
啊，它的这个服务器的话，它在识别这个验证码的时候，它就可以识别的更加准确一点。对的，就可以识别的更加准确点啊。而对于我们这个什么呢，豆瓣这个网站的话，它这个验证码的话，它是一个，我只能保证它是一个英文，但是具体有多少位，是不是不能保证啊？因为这个豆瓣这个验证码的话，它其实是什么呢？它其实是英文单词，英文里面的一些一个个单词，对的，一个个单词啊。好，然后我们这份的话就不能确保它是什么呢？它是那个多少位，但是我们能确保它是一个英文，对不对？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type 让它等于这个一啊，就是任意长度的那个纯英文啊，任意长的纯英文，好吧？好，下面的话就是这个PIC，就这个图片啊，就是那个图片啊，这个地方它是一个 string 类型，哎，图片为什么是 string 类型呢？这个地方你就看它的这个描述，它描述什么呢？描述是验证码图片的 base 64加密的一个格式啊。待会的话我们就不能直接把这张图片把它给传上去，我们要把这张图片先把它给进行 base 64加密以后再把它给传上去，明白意思吧？好，这个下面的话也有 Python 的一个这样的什么呢？也有 Python 的一个真实例啊，那么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好吧？可以去看一下啊。好，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带大家来写一下这个东西，好吧？好，这地方我们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 Python 啊。这地方我在这个我在这个里面哈，新建了一个这样的项目哈，叫做那个Capture Recognize 的一个这样的项目，好吧？那么我们就在这个项目当中来跟大家讲到啊。好，那么这里哈，我们首先的话哈。先要去识别这个图形验证码啊，图形验证码。那么我们首先的话，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这样的图形验证码才对啊？对，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我们首先的话啊，就先从网络上面去请求一个图形验证码。那么去请求一个图形验证码，去下载一个图形验证码，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下载一张图片。那么我们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不是就使用那个 ulib 库下面的那个 url retrieve 那个方法？对，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把相关的库把它给导入一下啊。from 这个 ulib import 一下这个 request，对不对？好，这个地方是那个 ul 是等于，或者叫做 capture 啊，capd capture ul 是等于这个东西啊。这里的话我们来到这边啊，右键来复制下，复制图片地址啊，然后的话来到这里面的 Ctrl 加 V 啊。好，接下来再把这个图形验证码把它给下载下来，然后是 request 点 ul retrieve 对吧？然后是 capture ul 啊，然后这个地方是跟一个下载后来的那个图片的名字，就是 capture 点 png capd。capture 点 png 啊，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图片把它给下载下来了啊。好，把图片下载下来以后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我们现在的话要什么呢？要发送哪些参数去把这个东西不去识别这个验证码对吧？好，首先的话我们先来把这个UR 把它给拷贝一下，好吧，把这个 UR 把它给拷贝一下啊。这个的话是那个图形识别的 ICO GNIZE。Recognize UR 就是识别验证码的一个那个 UR 啊，好，然后的话还有是什么呢？还有是它需要传递什么样的参数啊？需要传递什么样的参数？首先第一个参数就是这个的话是查询资料，就是放在这个 UR 当中的啊，这个 type。那么 type 的话，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过了，对吧？我们是一个任意长度的纯英文，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是给一个一啊，好，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后面给它加一个 type 是等于这个一，好吧？等于这个一啊，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 UR 把它给构建好了。构建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需要其他参数啊。好，下面这个参数的话就是这个 PIC 啊，就这个 PIC 的话是放在那个请求 body 当中啊，请求体当中。那么我们这地方首先定义一个 form data 啊，就是那个请求底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什么呢？再来把这个 PIC 设置到这个里面去啊。但是 PIC 的话，它是一个字段，它是需要经过那个图片，base 64编码后的一个东西，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是不是要去读取这张图片，把这个东西把它给读出来，读出来以后再给它进行 base 64编码啊，对不对？好，那么就是 with open 先打开一下 capd.png 啊，是以这个读的方式打开，并且因为它是一张图片，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是以这个二进制的方式啊。好，那么这个地方 fb 啊，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调用 fb 点 read 的方法，这样的话就可以将这张图片当中所有的那个数据流全部都把它给读出来啊。读出来以后，这地方我们用个变量来保存一下 data 啊。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拿到这个 data 以后，我们再把这个 data 把它给进行 base 64进行一个这样的编码，好吧？那么 base 64编码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需要使用到这个 Python 库当中的那个 Python 库当中的那个 base 64那个模块啊，来导入一下啊。from 下这个 base bas base 64 import 下这个 b 64 encode 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再来获取，再来生成这个64的这个图片啊。好，那么就是 B64 啊，然后的话把这个 data 给进去，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这个 PIC。那么我们得到这个 PIC 以后，就可以将这个 PIC 设置到我们的这个 form data 当中，对 PIC 啊，是的这个 PIC 啊。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 form data 就相当于是已经写好了啊，写好了以后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数据啊。这个地方的话，它还需要添加一些这样的请求头啊。这个 author 代表的是那个权限验证的啊。那么这个地方使用的是那个 ABB code 啊，这个地方我们也使用那个 ABB code 就好了，好吧？还有一个是那个 content type 啊，这个东西也不知道它是用来干嘛的，反正它这个地方加了，我们也给它加进去就可以了，对不对？好，那么复制一份啊，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再来定一个 headers 是等这个东西，对吧？好，等这个东西。来拿过来啊，把这个东西复制一份啊，孔能加 C， 然后的话拿到这个地方来啊，孔能加 V， 还有接下来第二个的话是这个授权的这个东西啊，好，孔能加 C， 然后的话再来到这个地方来啊，好，这个地方的话再拿到哪里呢？这个地方的话哈，它是一个 APP code 后面跟了一个空格啊，后面跟了一个空格，再跟上你的那个什么呢？再跟上你的那个具体的那个 APP code 那个值，好吧？好，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给复制一份啊，孔能加 C，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孔能加 V 啊。好，那么这个 ABB code 的话是没有，对吧？那么我们这边把这个 ABB code 拿过来啊， ABB code 啊，只要你购买完这个东西以后，它就会给你自动生成，那么的话你只要把它给复制过来就可以了啊。好，那么有这个东西以后啊，所有的参数都已经具备了以后，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去把这个东西发送回过去了，对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是现在只欠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去发送这个请求。那么发送这个请求的话，这个地方我们用那个什么呢， request 过来发送，好吧， request 过的话发送起来会比较方便点啊。那么导入一下这个 request 的啊， request 啊，然后是 response 是等这个 request 点 post， 对吧？它采用的是那个 post 方式点 post， 然后是这个 recognize URL 啊，然后这个 data data 的话 data 是等这个 form data， 等这个 form data， 对吧？然后这个 headers 是等于这个 headers。好，那么因为这个地方它已经跟你讲了哈，就是它返回来的这个数据是一个 JSON 的数据，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拿到这个 response， 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 response 里面的那个 JSON 那个函数就可以拿到它返回来的那个值啊，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打一下 response 点那个 JSON 啊，好，保存一下，接下来我们右键再来执行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看一下它能不能识别出这个验证码，好吧？现在这个验证码，这个图形验证码，它里面的这个数字叫做这个 public， 对不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好，右键再来执行一下啊。可能要稍微等一下，因为现在的话是相当于要去做两次请求啊，并且这个地方的话是需要把一个图片的那个东西给它 base 64一下，对吧？然后的话再发送过去，所以的话时间可能稍微相对来讲比较久啊，位置错误，可能这张图片它已经过期了，我们再来重新来一下，好吧？重新刷新一下，然后右键再来复制图片地址啊，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们再把这个啊，不是啊，不要搞错了哈，是搞把这个换一下啊，好，再来执行一下啊。好，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识别出来了？它的这个 code 是什么呢？ strong strong， 这地方它的这个数据是什么呢？是不是也是 strong strong 啊？对不对？毫无什么毫无抵抗力啊，那个太强大了，对吧？就是这个样子哈，它也是能够识别出来的啊。所以的话，它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对吧？你像我们自己去识别的话，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比较蛋疼的，对吧？比较蛋疼的啊。好，那么使用这种方式的话，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去识别那个一些图形的验证码，对吧？你像这种不是那种需要点击的那种验证码哈，不是需要那种点击的验证码，基本上这种图形验证码的话，你只要去使用这个接口啊，80%-90%都能够识别出来，对不对？所以的话就非常方便哈，非常方便啊。好，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相当是已经识别出了这个验证码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验证码放到哪里呢？放到我们的那个豆瓣登录的那个爬虫里面去，好吧？好，那么放到这个里面之前，我们首先的话哈，先在这个地方把我们想要的那个数据先把它给提出来。那么现在我们想要的这个数据的话是这个 code 这个值，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写一下啊。好，那么这个 code 是等于这个什么呢？等于这个 result 下面的这个什么呢？下面的这个 result 对吧？这个 result
在下面的这个 code， 对不对？下面在下面的这个 code 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下吧。好，再来走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获取到啊。啊，是可以获取到，对吧？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识别图像的这个识别图像验证码这部分功能，我们就相当是完成了。完了以后，我们再把它给移植到这个登录豆瓣的这个爬虫当中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开一下这个登录豆瓣的这个爬虫啊，登录这个豆瓣这个爬虫。那么接下来之前我们是使用这个什么呢？人眼去识别这个验证码的这个方法，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份代码把它给注释一下啊，我也不删掉，就是方便大家后期去复习，对吧？啊，那么我就现在就重新写一下这个方法，好吧？然后的话是以那个自动识别的方式去写的啊。好，那么这个里面的这些代码我们就通通把它给删掉，然后的话把刚刚这地方写的这些代码把它给拿过来，对吧？这地方啊，我们 Ctrl 加 C， 然后的话这地方拿过来啊。好，这地方我们就不是打印了，就直接 return 了，对吧？ return code 啊。好，然后的话还有一些库没有导入进来，那么我们把这些库把它给导入进下啊。好， Ctrl 加 C， 然后的话这地方来导入一下啊。好，这样的话就没报错了，对吧？但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 capture UI 这个东西，我们是一个写死的，对不对？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是应该要把它给换成这个 image UI， 把它给换成一个活的吧，对不对？好，那么这就是 image UI 啊。好，然后的话，就差不多了哈，就差不多了。好，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走一下吧，再来走一下啊，看一下我们现在能不能修改成功，好吧？看一下能不能修改成功啊。那么现在我为了验证现在我们这个就说我们不去用这个人眼去识别这个验证码，我们让它自己去识别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我就让它去修改一下这个签名。那么这个签名的话，我就改成另外一个啊，叫做什么呢？叫做我是那个自动我可以自动识别图形验证码，对吧？好，保存一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这地方来运行一下我们的这个爬虫啊，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哈。当然也有可能这个图形验证码它识别可能你第一次可能识别错了啊，登录失败了是吧？登录失败了，我们看一下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啊。登录失败，获取到的是这个是吧？再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那个验证码错了啊，有可能就是那个验证码错了，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它也不能保证说100%正确，对吧？你就是人去看的话，都不可能100%的正确啊。登录成功了，看到没有？登录成功了啊。好，然后的话下面又提示了一个登录失败是吧？下面这个东西的话待会我再来跟大家讲吧。现在这个地方是登录成功的啊，那么下面的话它其实这个签名已经给我们修改了，好吧？那么怎么去验证呢？非常简单，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进入到我的个人中心，看一下那个签名有没有被修改，对不对？然后这个密码是 Python Spider。好，这个地方我们来到个人主页啊，是吧？我可以自动识别图形验证码了，对不对？是不是修改成功了啊？修改成功了啊，说明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是可以能够正确的修改，对吧？可以正确的修改啊，并且这个验证码我们压根都没有处理过，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它下面又提示那个登录失败呢？原因是这样的哈，原因是它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们如果登录成功以后，我们是不是给这个修改签名这个地方发送了一个这样的 UI， 发送了一个这样的请求啊，对不对？但是在这个 form request 这个请求这个结束以后，我们是不是没有给它指定这个 callback 吧？在这个里面我们是不是没有给它指定这个 callback？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script 框架当中，如果你自己发送了一个这样的请求，如果你没有给它指定这个 callback，那么它在这个请求结束以后，它就会自动的去执行那个 pass 方法啊，它就会去自动的去执行这个 pass 方法。所以的话哈，
所以的话，这个地方你就是什么呢？相当于是修改完了这个签名以后，它又会重新去执行一下这个 pass 方法，明白是吧？这地方我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好吧？这地方我们来打个断点，然后的话点一下这个小虫子啊，点一下这个小虫子，然后的话来走一波啊。这个东西讲道理的话，它是只会去执行一遍，对不对？它只会去执行一遍，只会第一次刚刚开始来到这地方的时候执行一遍，对不对？现在是执行了第一遍，对不对啊？那么其实它还会去执行第二遍啊，来走一下啊。我们让他去走啊，让他去走啊。好，让他去走啊，让他去走。这个地方是指定的这个 callback， 说的话他就可以老老实实的去执行这个方法啊。那么如果我没有给他指定这个 callback 的话啊，他就会去执行那个 pass 方法来走啊。好，这个地方是不是又来到这个 pass 方法了？看到没有？又来到这个 pass 方法啊，看啊，又来到这个 pass 方法。所以，而且你可以看得到啊，而且你还可以看得到它当前的这个 response 上面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 response 上面它的这个 URL 是等于什么呢？是不是就正好是等于这个编辑签名的这个 URL 啊？对不对？说明我们这一个响应哈，它这个响应它之前确确实实是通过那个编辑那个个性签名来的，对不对啊？说的话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你这地方没有给它指定这个 callback， 那么它这个请求发送完成执行完了以后，它就会自动的去执行那个 pass 方法啊。那么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发生，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地方我是让它去做登录的，对不对？让他去做登录的，说的话，如果你不想让他去执行这个方法，那么这时的话，你就可以给他指定一个空的一个这样的callback 啊，不是等于 none 哈，注意哈，不是等于 none， 而是等于什么呢？而是比如说我等一个number 的表达式，或是等一个空的，比如说 number 那个 x 啊，这个地方的话是或是 xy 啊，然后是写一个pass 啊，什么东西都不写，这样也可以啊，这个地方不能写个那么的表达式是吧？那么我们随便给个函数吧，我们这边随便给个函数啊，比如说 df 叫做 ps 一 pass none 啊，好，这地方是给个 response 对吧 ？ISBON 一啊，好，然后是那个 cell 那个是什么东西都不写对吧 ？pass 啊，好，这地方我们来写一个啊，就是 self 点 pass pass none 啊。好，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去跑到那个 pass 方法里面去了啊，就是编辑完了以后它就会去执行这个方法，执行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做，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再来走一下啊，现在的话就不会出现那种错误了啊，就不会出现那种提示登录失败的错误了啊。因为什么之前提示登录失败呢？因为它编辑完签名以后来到这个地方，实际上它现在所在那个页面是在编辑签名的那一个页面，所以这时的话你再去获取这些什么的验证码这些东西的话，它是压根就不存在的啊，它是压根就不存在的啊，所以的话就会提示失败，是吧？哎，这地方还是提示的那个失败吗？再来走一下啊，现在那个失败的话应该是没有编辑个性签名吧，应该是看一下啊，再来走一下吧。好，登录成功了，对吧？登录成功以后，是不是后面就再也没有提示说登录失败了吧？说明后面再也没有进入到这个 pass 方法了，对不对 ？OK， 是这样的哈，大家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你在自己发送了一个人的请求，如果你没有给他指定这个 callback， 那么他会自动的去什么呢？去执行这个 pass 方法，好吧？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啊，需要注意啊。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边啊，感谢大家。